亮灯仪式一启动之后呢，现场舞台上的两只兔子，还有我们的月饼，还有吊在上面的灯笼，将会连同我们在渝东选街那里的这个中央灯饰一起亮起。So later on, at the count of five, if you are ready, just join me, okay? At this moment, we would like to take a look at what's happening over at 渝东选街。我们来看看渝东选街那里的情况。是我们的这摄像机呢已经在那里了。很快的，我们就要一起举行我们的这个亮灯仪式。So, ladies and gentlemen, join me, okay? At the count of five, all our guests will be touching on the crystal lights in front to light up our Chinatown lightings. 好，所以的朋友，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是的，牛车水那里的灯饰已经亮起了，大家看得到。那我们的这中央灯饰其实呢，就是祖孙大家的三代同堂哦，一起欢庆节日的一种感觉。那当然，这里也分了三段哦，要提醒大家，有空的话一定要到那边去走一走，看一看。那当然，这时候呢，我们要看看在我们现场哦，我们的基层领袖啊，我们的顾问们有什么东西呢，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。好吧，我们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这顾问们。来，有请。祝大家中秋快乐，阖家平安。我也祝大家家庭美满，顺顺利利，圆圆满满。潘市长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大家幸幸福福，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。是幸福平安哦，我是王凯松。大家好，健康。很高兴见到大家，谢谢你的到来。我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哇！好，再次热烈的掌声，谢谢我们所有的贵宾们，谢谢，请大家就坐。Thank you very much. So, ladies and gentlemen, once again, a gentle reminder, the lights are will be on from tonight. So what you can do is go over to Chinatown and have fun, enjoy the festive food. 记得到我们的渝东选街哦，还有我们牛车水这一带呢，一起好好去欣赏今年的这个灯饰哦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分别呢会带你回去看一下干爸的情怀啦。那除了那个之外，祖孙同堂的那个画面也有。大家呢一起在祖屋楼下哦庆中秋。那除了那个之外呢，我们也集合了现在哦的一些新元素。画面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，真的是非常漂亮，所以记得一定要到牛车水那里去看一看。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祖屋楼下看得到的一些灯饰哦。那待会儿呢，你也会看到了一些分别是新加坡的一些景点。哎，你看，分别呢是有我们的鱼尾狮啦。Gardens by the Bay is so beautiful. 现场去看，感觉完全不一样，所以要再次提醒大家，一定要到牛车水那里去逛一逛了。好，那当然这是我们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呢，还是会继续精彩哦。因为我想要的一包是能够给他的